我们看这个 U 盘里面的 logo， 我们怎么导到机器里面啊？然后首先我们把 U 盘插到我们这 USB 接口啊 ，USB 口里面，插好之后，然后我们输入密码啊，先输入密码。42密码，然后呢，我们看系统里面往下选，系统里面有个从 U 盘复制，从 USB 复制啊，我们选中它，然后这里面有三个图片啊，就已经做好的图片，我们想导哪个就导哪个啊，那么我要导进实弹啊，我们按确定，好，他问的请按确认更新，我们按确认更新。然后呢，我们这个不需要改变的话，我们就按 Shift 加 F1 保存一下，啊，好，那我要插到这个一个空白信息里面，啊，这个信息里面我直接点 F4， 从这里面，我从这后面我再插入的话，我就往后选，然后往上，我如果在这个位置，然后插入那个 logo 的话 ，logo 的话，我们按返回键，啊，然后。这个编辑器，我选择编辑器，然后第二个就是插入用户字段，我确定，然后这边就有实弹啊，就刚才插进的图片，我们就不在这边就可以导入它，然后按确定，然后就可以插到里面去啊。这个插完之后，然后按 Shift 加 F1 保存，好，这个图片就会插入机器。